是？他哪是流行乐啊？他这种叫民谣。他上次不是有跟你说唱一些大家听过的歌的？他有跟我说过这边在应征驻唱歌手。我们这边就是时薪打卡哦，一个小时60。哎呀，你这个现在没有人要听的啦，这么闷。你已经28岁了，也该为自己的前程做着想啦，总该设个期限啊。你真的觉得这样可以哦？上台北做你的音乐梦？